我爸来了。爸，爸，亲家也在呀。这是你爸吗？我有点恍惚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还没有那只公鸡精神头足呢？一言难尽啊！亲家，那有话咱坐下说行不行？坐下说，来，对，来，爸你坐这儿，来，来，不是不，那个有话坐着说吧。我说，我说不出来呀。亲家，其实你就是不说，我也知道你想要说什么。我不说，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。康子啊，你爸和你那个金阿姨啊，俩人共同创业，朝夕相处一年多了吧？啊，也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。说吧，哪天办喜事儿，我帮你张罗。老范兄弟呀、啊，哎，你可是我的知音呐、啊。我用句《聊斋》里的话赞美你呀、啊，说，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！这《聊斋》里有这词儿吗？哎，先别走，我这些日子也没心思喂鸡，劳您嫁给喂喂。行行，我帮你喂喂，这玩意儿走哪儿都抱这玩意儿干什么？爸，你辛苦了啊！爸。嗯，到底出啥事儿了呀？怎么这样了？刚子呀，哎，你是不知道啊。啊，我跟你金阿姨接触这一年多以后啊，啊，我对她了解了。啊，她不光人长得漂亮啊，她那养鸡场这五年来的规模是越来越大呀。她有财富，我配不上她呀。我跟你说啊，亲家。你这么瞧不起自己可不行。对，爸呀，啊，没事儿啊。我跟你说呀，你这样，爸，你挺起胸来行不行？啊，你还是我那个伟岸的父亲吗？啊、来，挺胸、啊，昂起头来。怕什么呀？对吧？你真诚地表达你的情感，你就大声跟他说：“你说，金阿姨，我爱你，你嫁给我吧。”爸，你说一遍。金阿姨，哎，不是爸，不，你别叫金阿姨，对吧？你得叫金鸡，是吧？你得说金鸡，我爱你。你叫金阿姨，我这不是给你模仿一下吗？你说您怎么还吃我的醋呢？金阿姨还是金阿姨，金鸡，嫁给我吧，我爱你。行，我觉得行。行什么行啊？你看现在行，一会儿见到你金阿姨，她不一定敢说。谁说我不敢说呀、啊？我不敢说，我不姓赵。那一会儿你就说。那我不姓赵吧？你这是为啥呀？我怕她拒绝我。怎么整，爸？看来啊，我不出手帮帮她是不行了啊。这么着，你爸已经来了。我估计你那个金阿姨是随后就到，是一会儿就来呀、啊。一会儿我见着她，我就不管她叫妹子了、啊，我就直接管她叫嫂子。她要不拒绝，就证明你这事有门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主意好，是吧？你去试探她一下，对吧？嗯。如果我不行，你就给我盯上去。我不行吧？是我儿子不是？是。是不是你爸的事儿？是我爸的事儿。你该管不该管？我管。爸，你放心吧。啊，为了你，一会儿我金姨一来，我就冲上前去把他堵在胡同里。耶、yeah! yeah! ！既然你们都这么帮我，嗯，我也不能含糊。对，我到时候就大声的说。我来了。哎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怎么了这是？哎呦我的妈！爸，你怎么了你？金阿姨，哎，
刚子，哎，您来了，来了，欢迎欢迎，快快快快，哎，快请，哎，快请坐，哎，坐吧，来，阿姨快坐着，来给我吧，给我吧。哎呀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早来了，刚刚已经到门口了，发现我没带礼物，这不出去买了东西了吗？哎呀，你这还用得着买礼物吗？啊，咱们两家谁跟谁呀？用不着这么客气，你说是不是，嫂子？你叫谁呢？你叫谁嫂子？你跟我哥这马上就快成亲了，我不管你叫嫂子叫啥呀？你哥，谁是你哥呀？这不在这雇佣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他是你哥不假，但你为什么叫我嫂子呢？你看为什么叫，这不明摆的。哎，你停下来，来，你叫大伙看看，你们俩多般配呀，啊！你真逗了，般配你就叫我嫂子呀？啊，那在我们社区养老院有60多个老太太，跟大家都很般配，你都管他们叫嫂子？完了，我笑不出来。没事儿，刚子，那个。哎，刚子，哎，阿姨，二米粒快生孩子了吧？是是是，你看我买的补品。哦，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阿姨，你还有这个啊？哎呀，谢谢阿姨，哎呀，你我带二米，谢谢您。哎，不客气。哎呦，您还买的可乐呀？啊，那个阿姨，可乐就算了，二米不喝可乐。刚子，哎，这是我特意为你买的。阿姨，嗯，您怎么知道我有一颗可乐的情怀呢？你爸去年就告诉我了呀。我爸去年告诉您的事儿，您到现在还记得？嗯呢。这不是，这是买可乐，你至于哭吗？爸，你不知道。这里边有一个动人的回忆。哎，有戏了！爸爸，好儿子！妈妈，爸爸，好儿子！妈妈，你有完没完，来回折腾啊！叫完我叫他，怎么了？不行吗？你叫我妈可以，你别叫他爸。为啥呀？我这个妈和你那个爸不是一套。来来来，去。我是不是继续努力要继续叫啊，妈？哎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孩子，啥事啊？叫妈，快说。不是，哎呀，你看这起啥哄啊？人家没叫你，叫那个妈呢。哎呀，他金姨，你啥时候来的呀？姐姐，哎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哟，亲家你也来了？咋就来了？我说老范呐，你说家里来客人了，咋不早点把我叫出来呢？把你叫上来能解决啥问题呀？啊，还解决问题？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什么事儿？那个，妈妈，你坐这儿。哦，哦，这回事儿，啊。就是我管他叫嫂子，完了叫哥，他不干了。啊。然后那个刚子管他叫妈，他同意了。啊。但是他不承认刚子他爸是他爸。那能承认吗？我听明白了。你们这三个老爷们儿是挖个坑让这女同志往里跳啊！啊，我说他金姨呀，
你放心，我不会管你叫嫂子的。哎，从此以后啊，我管你叫妹妹。姐姐太好了，妹妹，哎，妹妹，哎，妹妹，哎，妹夫，哎，你看我妹子答应的甜不甜？哎，姐姐，你到底是哪一头的呀你？哎呀，妹子，其实你们俩呀挺般配的，这夫妻呀，你说互敬互爱，那你咋就不承认你俩是一对呢？王小倩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有多远跟我走多远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，讨厌！啊，对对对对，我说姑娘，你傻呀？家里来客人了，你吵吵巴呼的，你喊啥呀？赵叔，金爷。妈，啊，你不知道这王小倩的平常嘛就跟我黏黏糊糊的，贼烦人。啊，她刚才她更过分，你知道吗？当着小区那么多人的面，冲着我就使劲喊：“小米粒儿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！”就讨厌，不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讨厌你，这才是真正的男人。我告诉你们，男人就得拿得起放得下，嗯，心中有爱就得大声说出来。嗯，不像有的男人从来不敢跟他心爱的人表达爱慕，还得找人替他来摸底。爸，我怎么觉得这好像是在说你呢？你说谁呢？我说亲家呀，刚才这个他金鱼说的这人有吗？有。在哪儿呢？我我跟你说，他不是不想说，他是不敢。老范，他过来。小米粒啊，跟你说，人家的事让人自己解决，你跟瞎掺和啥？爸，你起来，干啥呀？爸，你是不是我爸？是啊。你是不是个男人？是啊。你是不是个汉子？是汉子。是汉子，你就冲上去。汉子。是那个，我不是不想说。你太优秀了，又有财富，还长得漂亮，长得跟《西游记》的玉兔精似的。那我就像那厨房里那绿豆蝇。我说出来，我怕你拒绝我，不是？你都没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会拒绝你呀？啊？就是我拒绝你，你也应该像个男的一样，锲而不舍的一追到底嘛。听着，明白了，男人只要爱。就得一追到底，作为男人就得做一贴狗皮膏药，沾上它就让它揭不下来，接下来就得带下它一层皮。对对，快点说呀，亲家，对，快点说呀，赵叔，快点说呀，爸，快点说呀，爸。好，我说，爸，等会儿拿上喇叭大声说。大腰口腰皮腰。怎么？你这不搅和我吗？我们赶紧烤腰子了。行了，爸，这回烤腰子糊了，没事，跟腰子没关系了。爸，你大胆说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。我本来不想这么直白的说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可以配合你啊。我想跟你同唱一首歌。那就唱吧。音乐。我要说自己的爱人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山僧，女儿是个好美。